啊，你们两个要比赛谁骑得比较快啊？哇，你怎么跑下来了？小心不要撞到哦，慢慢走。你的飞机是绿色的、哦，哇，卡在那上面的。什么东西？甜甜圈。甜甜圈，今天凯凯生日啊，所以大家都有甜甜圈哦。对，全部都。啊，为什么我没有？啊？因为你没有生日啊。为什么我没有甜甜圈？啊，你们也没有生日啊。吃完了。好啊。等你。那个是什么口味的？这是巧克力。巧克力口味。哇。哇，那我等一下我要去买茶叶蛋，我一个人吃两颗。你们喜欢吃茶叶蛋吗？我姐姐喜欢。你姐姐喜欢的。我姐姐是幸运宝宝。我幸运也超喜欢吃茶叶蛋。我也喜欢。啊。那你先去玩吧，他在这里吃这个巧克力，他还在吃巧克力。吃的整个嘴巴都是，哎呦，那变成大花脸了。对呀、啊，来，书包来去放那边，走吧，书包来放这边。看爸爸。啊，你没有分享啊？啊！你要分享吗？啊，我的怎么这么小个？你的这么大个？啊？那我也来分享。这是巧克力的，这是巧克力的，你拿。你，哇！怎么分享这个垃圾袋给我啊？很奇怪呢，太奇怪了吧？你要吃巧克力吗？啊啊！可是我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，你可以带我去吗？我在哪里？我吃完了。照相机。照相机。那边有一个蓝色爱的。它那边，好甜哦。好甜哦！等一下再去买来吃好不好？好哦，你会 give me five 吗？你会 give me five 吗？等一下，那你的弟弟没有 give me five 啊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你画的吗？我回来了。你回？是我画的。哇，啊，你的嘴巴怎么变这样？是我画的。你赶快去厕所洗脸洗一洗。你画什么东西？我画这个。那个是迷宫吗？对呀。还是划龙舟啊？还有这个，这个是黑色的鸟啊。那是龙。啊，龙怎么长三只脚？你看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这个是蜈蚣。蜈蚣。它有很多只脚，对不对？哇，怎么你也有巧克力？大家都有巧克力哦。